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淘淘在后面打电话啊，今天我们在家里啊，想拍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后院装修的情况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院子一半弄成这个地砖，一半是这个草坪啊，铺的假草啊。因为这个拉丝比较干嘛，假草呢可能更好一点啊，铺上。基本上今天可能就能完工了，他们已经来做了有两三天了吧，啊，这个砖也铺的差不多了，但假草应该也很快就完工了。想给大家介绍看一下我们的院子啊，新院子，我们也是很开心啊，啊，马上就可以享受这个院子带给我们的快乐了啊。这一块就是假草啊，我们看这个工人在给这个假草上上钉子啊。好，右边这是就是这个地砖啊，地砖你看啊，有一些缝隙，是一寸的这个缝隙啊，我们想把它放上这个石头啊，看起来就是更美观，更有设计感一点啊。然后靠墙的那边呢，我们想把它做成这个植物啊，种这个花果蔬菜的地方啊，现在还是石头啊，晚点师傅会给他们弄上土啊，嗯，还有就是这边花台啊，也是我们要求设计的花台，嗯，弄成这个半圆形的，上面会种上树啊，还有花呀，这样啊。那边也是花台啊，也是半弧形的，半弧形的。我们看这对面啊，也是新房子在建，好像也是 KB 的房子啊。这边房子建的老快了，这社区成长的也很快啊。这个区域好多房子成长起来啊。还有这个也是我们铺的这个走道啊，为了这个拖拉机方便。之前这只是一些灰啊什么的啊，这工人帮我们铺上了瓷砖啊，不仅美观了，然后这个拖垃圾桶也方便了，嗯，挺长的一个走道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个院子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啊，大致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师傅基本上也在做这个收尾的工作吧，算是啊，对，把它做成型。然后我们呢打算现在去买一些植物，请师傅帮我们种上啊，有树，有这个花是吧，再看看草要不要买一点吧，啊，好，走去看看。哎，淘淘啊，我们现在到这个买植物的地方了啊，Star Nursery 啊，之前淘淘这个无意中走这过看到的啊，感觉这里植物还挺多的，所以我们想在这里选一下。哇，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个仓库似的，挺大的啊。你们要不要退个车呀？啊，退个车吧。看这些是土壤啊，一袋一袋的啊，30块钱。哦，土粮是吧？简称土地吃的粮食，土粮啊。狗吃的粮食狗粮，花吃的粮食花粮啊。OK。哇，好大个花室啊，赏心悦目。
走，再往前看看。哇，这还有鱼塘啊！你看，好漂亮啊，这锦鲤啊！这小乌龟要爬起来了啊 ！Hello， 哇，那晒壳呢，正在。这个蜥蜴，哎，不动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一不动我不动。一不动我不动啊。柠檬树啊，40块钱。啊，一片绿，有没有感觉，在正绿的地方都会凉快一点啊？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月季啊。月季很喜欢阳光啊。这样吗？不知道，好多人弄吃，但我们都不吃。大家来看看这个啊，杏树。哎呦，好高一株啊。来，我们看看，走近一点看，是结果实了吧？对啊。来看。哎呦，一颗颗的啊！昨天淘淘还在外面摘了几颗这个杏子，马路上。哎，长得挺好，他们这边酸酸甜甜的啊！你看，有多可爱这一小颗，啊，酸酸甜甜的，挺好这味道。哎，我们决定了，买一棵这个杏子树，然后买一棵这个青苹果树，是吧？啊，嗯，啊，看看这边。这是苹果树吗？对，小苹果啊，你看这么小一点啊，就这么高它就可以长果实了。嗯，栀子花啊，桃桃特别喜欢栀子花，说这个香味很浓啊，到时候后院飘香了就可以。15块钱一株啊，那就拿这个吗？哎，好，拿两窝，两窝啊。我们在找这个茉莉花啊，有香味的这个茉莉花，然后刚好来了个工作人员在给我们介绍啊。这个小姐姐工作人员很热情啊，在给我们介绍，然后她现在带我们去看另外一株这个很香的花，她认为这个香味是最好的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想挑一棵这个树干比较粗的啊，然后拿回家。已经看好了这个杏子树啊，哦，长得参天大树了已经啊，而且还原看起来像银杏呢啊。这个是我们选的杏子树，已经被他们工作人员啊拿出来了，好高啊。我们修院子的师傅现在过来帮我们把这个植物拿回去啊，因为我们的车确实装不了，这树太大了，很重啊。看，
说我给你翻译就好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植物已经买好了哈、啊，然后来中国城吃点东西，本来想吃面的，结果关门了，来吃韩餐吧。嗯、啊，砂锅煲啊，这韩国的服务生总是把我们当成韩国人啊，总跟我们说韩语。上小菜喽，放的好整齐啊！还送两根小鱼啊，小鱼干儿，好吃吗？一般，没有那个什么。放魔芋味道。这凉糕吗？我是康博牛肉拿到的康博海鲜啊。这个豆腐煲就是得泡饭才好吃。好吃吗，小鱼？好吃。牛仔骨啊，套餐里面的韩国的一大特色，烤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回到家里了，然后基本上已经铺好了，还有一些东西要弄啊。我看他瓷砖还没上水泥呢，嗯，还有我们的植物也得种进去啊。现在要把这个植物种植的这个方位给确定了，工人们准备把这个植物放进去了啊，在这个挖坑。那这个蓝色的工人呢，他在把这个沙子弄到这个砖块的这个缝隙里啊，这样它就不会动来动去了，是吧？嗯，我想最后可能还要浇水，是吧？嗯，把它凝固住啊。那边还有三棵植物还没种，只是放进去。又过了一两个小时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花啊，都已经基本上种好了。然后靠墙那边的这个地方啊，已经上上土了，我们到时候准备种些菜啊，瓜果蔬菜什么的。现在工人把这个灰啊扫进这个地砖里面，让它更加固定啊。这边的这个沙子已经都装好了，不会走在上面的时候到处移动啊。现在工人在帮我们装这个供水系统哈，然后是自动的，早上跟晚上各浇一次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就不用管了啊。我们的栀子花，他给我搞断了一只了，有香味啊。现在把控水系统给调一下啊。把控水系统这个打开了啊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水啊一点点的流出来。这块还比较阴凉啊，靠墙这块还比较阴凉。基本上弄完了，然后把我们买的这个椅子啊放在这儿，这个地方还阴凉一点啊。怎么样，涛涛还是不满意？细节，注意细节，细节决定成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
陶陶说这个地方啊，没有把砖砌过去，就土壤直接跟这个旁边的这个砖啊挨得太紧了，是吧？对，应该再加一层这种砖啊，有一个隔开的这么一个层次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。OK， 把这排砖也加上去了啊，好了，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热啊，我们这个院子也彻底竣工了，完工了啊。啊，还有石头，淘淘在网上买了些石头啊，铺在这个砖的间隔的地方啊，有这个白石头，还有一些发光的这种夜明珠一样的这种石头啊，到时候铺起来应该更好看啊。好了，行吧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